Yeah. 盲盒。啊，是泡沫纸。哎，这么多。牺牲者呢？就把窗户弄了。我的洗面奶都已经退休了，我洗面奶经常就没有用过，一直在用这个，我把它当洗面奶用。一共六瓶，我一个人用不完那么多呀、啊。我要送给朋友们。我是你的朋友。你不是我的朋友。我是。不是。我可以是。我可以。做手术呢。给瓶给你。Oh yeah, thank you。然后送瓶给毛毛老师。嗯。他那天用了一下，他说很好用，所以我决定送他一瓶。嗯。然后，银芳老师给他一瓶吗？方老师说他卸妆卸不干净。他说我卸妆，我卸完了以后，然后一看，哎，怎么妆还没干净？然后搓半天没有啊，他是晒黑了，以为自己的黑粉底没卸掉，他太好笑了，一瓶给他，再给于老师一瓶，那我只剩一瓶了。好的好的，那你的朋友们感谢你，是你的朋友们感谢你。好，那其他人我就其他人就没有了，这瓶要留给我自己。Later。审片呢？啊，审片？为啥？跟我闺女审片，因为这个是神秘马良。闺女不是喜欢画画吗？这是她喜欢的一个主题，我看看她有没有意思。有意思的话就给她看了。